怪兽之王哥斯拉遇上万兽之王孙悟空，谁更厉害一些呢？咱们先说说哥斯拉。既然哥斯拉这家伙敢号称怪兽之王，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预计的。回头一看，所有的有哥斯拉的影视作品中啊，他始终保持着100%的胜利，而且基本上都是 KO 对手。但是直到哥斯拉大战金刚这部电影上映后，哥斯拉就差点被机械哥斯拉给霍霍了。如果要是金刚不帮忙的话，估计就得当场嗝屁。咱们再说说啊，我们的超级英雄猴哥。要知道，通常情况下，猴哥的身高只有1.3米。您回过头来想一想，如果300多米的哥斯拉看见1.3米的猴子，会不会笑掉大门牙？肯定会说，猴子，你在我眼里还没个芝麻大，哪来的勇气敢挑战本怪兽之王呢？赶紧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吧。听这话，哥斯拉的口气啊还是不小，完全不把宅猴哥放在眼里。但是你不知道啊，猴哥在万妖之王形态下，那是和泰山一样的高呀。毫不夸张的说，猴哥动一动脚，估计就能把哥斯拉踢出地球，飞向太空。所以说，哥斯拉和猴哥 PK 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。再回头想想，灭霸都不是猴哥的对手啊，一个小小的动物能成猴哥的对手吗？所以这个粉丝提的问题啊，这个哥斯拉和孙悟空 PK 那就是两样，没有任何的可比性。好了，今天到这呢也就结束了啊，下期我们讲一讲宝莱坞机器人和钢铁侠 PK， 看看他俩谁更厉害。如果喜欢就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